刚刚给我小弟汇了点钱，聊了几句。我小弟说，我妈昨天骑那个电动三轮车一下摔了，就是那车翻了。哎，我这妈的性格吧，也跟我一样，我们俩一样风风火火的。我就像我妈，也是能吃苦能干，风风火火的。哎，所以说我说，我觉得，我想控制我自己，就觉得，摔了一下不是那么严重啊。想控制自己说，不用担心，就摔了一下，没事儿。但是，哎，就觉得一想起来啊，就觉得，好几年没回去了，也没看见。我刚刚我爸跟我发视频，我挂死了，我没接，我就害怕我一发视频，我又控制不住，我就掉眼泪儿。我稍微平复一下，我再给他发视频。因为我也回不去，我就偶尔了给我小爹转点钱，让他，给家里边买点吃的，什么用的，什么反正家里边需要花钱的地方，就让他，代替我，那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就问了一句，我说最近家里边挺好的，因为我有时间我也不怎么和家里边视频吧哈，因为也经常视频也没有那么多话说，有时候也是都忙什么的哈。我就问了一句家里边挺好的，说我妈昨天摔了。你姥姥，谁给我拉姥姥？叫姥姥，你这个毛毛实实的，昨天饭吃了昨天啊？啊！你又风风火火了，你平常眼我看你骑那个三轮车，你都风风火火了，毛刺刺的啊！你不就现在下那个班？下班了啊！你妈往家跑！啊！你破死往家跑，咕噜就滚蛋了。啊！就破片了，看着他没有事儿。没事，就赶紧走了。我看看。哎呀妈呀，破皮儿了是不是？碰破皮儿。加上一个眼睛流水，我叫个什么头啊？老这个就肿了，硬肿。就这一条腿，就这一条腿肿了。啊，就这一个圈。啊，你们去弄点，没弄点圆啊？他那里圆。就是骨头上没有丝儿，他就是那个地方划破点皮儿那个地方。牙一下那个，那个脚咋这么不好使？你也不去修修？对，就是你转弯的时候着急，你转没转没慢慢转，转急了那个弯儿。对呀，就是转急了，那个，这才脚咋不好使唤呢？把我压在那个脚呢，压在那。你咋么自己爬起来了？我就自己爬下来，我又把它卸了。哎呦，有劲儿啊！俺妈就是有劲儿。我打电话给俺爸去救，去救救你。俺还在后面维护了，看他过来。俺爸骑着三轮车呀。哎呀，好啊。好啊，你别等了，下不了口啊。能喝进去啊？我哎，你说你看看姥姥，这姥姥你可保重身体，你可多活两年哈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哎呀，你说等我长大了吧？你说得等个几年吧？这怎么能？你说快一点啊！行，你们两个借钱。啊！我说等我这头，要是说我真弄花了，你就喊俺爸来助他搬呢哈。拿点生活水回家，咱再种点菜什么的，在搁家就吃点，在家还拿你的退休金，不挺好的吗？你就不用种那些苹果树，种一年才挣个一碗两碗，你刨出化肥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剩几个钱呢？不行啊，这样不
那都是等俺听个一年一年这两个大了，能想续房，能自理了。他上学了，你爸死了。对你男生了，就是那、就是现在你有苹果树和男生了剩女了，你得帮他照顾。俺好就出去，你说，盼盼自己搁家也不能照顾。哎呀，就照顾照顾他们，把孩子给他们弄差不多长大了，奶水桶也大了，你就看把那个这样做了，多种点水果，种点菜，吃不了就买，门口弄上菜就搁这买，你就自己一本一本自己过去就拿了就买了。我前两天又去买那么是烂梅那个苗种上去了，这个地方能长烂梅哈，我又种了十几棵烂梅，等它长了，烂梅也能买呀。对呀。啊，还有那，俺是死了书啊！哎呀，种的是苹果呀，什么都种了，苹果、樱桃、梨，还有桃了，俺都长桃了。就是俺管理的不好，每年都长的。种了几棵大樱桃吧，那个三盆草太多，都死了。俺还种了桃了，桃了也结了，绝了，梨死了，今年死了丰收哈，又长了那么是死了。啊。啊，核桃也种的，板栗也种了，前两天又是买的核桃，买的板栗都种上去了。对呀，那个破上就都能种就都种上，把它插不上去。啊，你种下破上姑姑啊？少钱你都急得长了，还说不用了、啊？你说帮个忙来说。也不能来家来说快你个，干的工作能来也好，你说。哎，他不能让你去，不能让去，所以就你给买啊，第一次买的排骨，买了奶呀、水果啊，什么送出来。第二次又买了点牛油，买了牛油给他弄，说是叫他奶奶给他包饺子吃。又买了烂梅，买了樱桃，那个大樱桃，那大樱桃多少钱？我看说买一斤60，是不是60块钱一斤？那么贵吗？一斤，我一斤的塑料袋吧，装不点嘛，什么舍得60块钱嘛？买了樱桃，买了烂梅，他奶奶家没有樱桃，一筐樱桨也没有了。寻思俺儿干嘛老不得吃这个樱桃，干嘛就给他买一斤樱桃，还买个西瓜油，快1.5米了吧？快1.5米了，就是瘦，穿39的鞋嘛。上次老师给他买了我。上次我就找他那个幼儿园老师，给他买条衣裳，给他买一条衣裳，买双鞋嘛。还问他说是穿多大小的鞋，穿39的嘛。又咋了？星星啊，是小炫哭了还是星星哭了？哎呀妈呀！哎，我今天有时间，我想包点饺子。你等着，哎，你可等着妈妈给你包饺子哈。哎，什么哎？妈呀，包饺子啊，牛肉馅儿、牛肉、猪肉的馅儿。只可惜我们家没有葱，没有姜，我就弄点大白菜，放点洋葱行了。